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谈一下这个红光大成就。那红光大成就呢，也就是一个密教修行的一个最高的无上成就。什么是红光大成就呢？那么红光大成就呢，就是红光大成就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讲，但是要讲啊，就很长。本来啊，这个红光啊，只是一个象征性，是一个文字上的，在有形上讲起来是彩虹光，在无形上讲起来啊，就是宇宙的意思，啊，宇宙里面呢，最深里面的一个意思。你能够啊，在修行当中啊，成就啊，跟宇宙意识合一的话，就是红光大成就。我们修行啊，这个在这个人世间呢，算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大事。修行人知道啊，这个宇宙一切的事情呢，大部分都是空幻的，啊，虚空的，跟一种幻梦的。那你自己本身在修行当中啊，你假如能够走向修行这一条路子，也就是在你自己在做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事业，修行最高的成果。就是红光大成就，也就是从凡夫啊进入到这个宇宙的意识里面，跟整个宇宙合一啊，这个我们讲啊，就是红光大成就的，在密教跟显教之间的这个分别，我可以这样子很简单。跟大家谈一下，所谓显教啊，就是教室，在一个这个教室里面呢，啊，学习一些理论的方法。那么密教本身来讲起来，就是实验室。你从教室里面走出来，进入实验室里面去实验。所以显密之间呢、啊，最大的分别，显是在于理论，密是在于实践，啊，实践，一个实验室嘛，一个教室，这个样子，大家就很清楚明白，什么是显教，什么是密教。那、啊、密教最高的成就，就是红光大成就。你成就这个法以后啊，这个也会天垂异象，天垂异象。你身上有光，会产生光明，那个是净光。你随时走到那里啊，都有光明跟着你到那里。你随时啊，好像希望呼唤呢、啊，这个宇宙的意识啊。啊，跟他呼唤的时候啊，他会跟你相应。所以有很多大成就者，在他这个人生当中啊，当他这个入灭，也就是当他圆寂的时候啊，在虚空中都出现彩虹。啊，这个是天垂这个意象的，天垂意象这彩虹，身上也有彩虹光。在我们真佛中的这个真佛密法里面呢、啊，彩虹随时都有。你假如是一个成就者，你可以呼唤彩虹，也会天垂异象。那么将来呢，你也可以跟宇宙的这个意识啊，能够合一的。啊，今天讲这个红光大成就啊。在开讲的时候啊，
我本人呢、啊、就看见这个金刚萨埵啊，今天的金刚萨埵跟以往的金刚萨埵啊不太一样。他这个右手啊，这个持着金刚杵，左手拿金刚铃啊，他把这个金刚杵啊拿起来，往虚空中这样子啊抛动。甚至金刚杵都化为很大的彩虹光啊！我就是希望啊，这个能够把这个宏光大成就的修行法，让所有的修行人知道，让所有的人明白，也让大家能够知道什么是清净的修行。这个人世间啊，修行非常的重要的。那么你得到一个真正的修行方法也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我希望呢啊，大家都能够珍惜宏光成就法，密教的修行无上的大法。啊，今天就谈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